高难度舞蹈韩团 SHINee 出道九年，人气居高不下，主唱钟铉却惊传想不开轻生。回顾 SHINee 一路走来，当年以姐姐你太美了五个青涩少年出道，一路努力成长，不止舞蹈实力惊人，歌声部分还有稳定的主唱钟铉和温流，让他们红遍全球，更是 K-POP 代表团体。平时感情超好，就连韩国演艺圈盛传的青年必解散魔咒 SHINee 也轻松挺过。钟铉还曾经说过要一直以五个人走下去。다섯명은계속해서어 SHINee 를계속해서지켜나가고싶은마음을갖고있어서시간이오래흘러도계속해서우리다섯은같이갔으면좋겠다라는얘기를했었습니다每次上节目总是充满欢乐。2015年开始，钟铉也尝试个人 solo 活动，不管是充满爆发力的 Crazy， 或是和少女时代泰妍合唱的这首 Lonely。又温柔嗓音总是给粉丝满满力量，不只会唱会跳，钟铉还自己创作词曲，但如今回头细细聆听歌词中的寂寞和疲惫，仿佛唱进心底。외로움과좀지친일상생활속에서느끼는어떤소외감이런것들을표현하고싶다라고생각을해서그리고그감정들을제가표현했을때아맞아나도그랬는데아저사람도그렇구나하면서공감하실수있었으면하는마음에서一起走过九年，眼看 SHINee 成军十周年就在眼前，钟铉却选择离开。最后愿望是希望大家跟他说声辛苦了，但这声最后问候却让多少粉丝万般心疼不舍。수고했어요정말고생했어요그땐나의자랑이죠